家好，我是Amanda，我们来看3月6号、7号、8号，也就是星期六、星期日以及星期一的星座运势。运势最好的星座，恭喜天蝎座的朋友。如果生活当中有一些僵局的话，透过我们的奇思妙想都能够突破跟解决。处女座的朋友有机会收到这种好久没联络的朋友捎来消息，心情也觉得非常的开心。双子座的朋友跟自己的伴侣之间的互动能够重新燃起甜蜜的火花。比较需要留意的星座提醒牡羊座的朋友，跟朋友之间的互动可能会有一些僵局。天秤座的朋友千万不要沉迷于追剧，小心影响自己的睡眠。各星座的幸运数字及颜色，火象星座的数字是9，颜色是蓝色；水象星座的数字是7，颜色是红色；风象星座的数字是3，颜色是金色；水象星座的数字是4，颜色是黑色。